哦，来嘉义家呢，都要买鱼了，要回去而已。哎，这不是白同学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是啊。你哪来家？是啊，对啊。来买鱼啊，是哦。你还讲咩？哈哈哈哈哈。进来。哎，哪来这个所在？哎，白同学呢？哎，对啊。哎，白同学，听讲你最近有在做贴纸了。你到底摕几张啊？无，你爱随讲哦，反正是我买贴纸啊。哦，真好用。哦，来这个所在，哎，阿你来遮？哎，白同学，哎呀，白同学，我买贴纸。哦好，来，哦你看清车呢？嘿，看清车白龙水水，我的贴纸来，随给你安排。来啦，阿你这台车刚买之后，哎，这台算什么怪车？雅马哈的街车，它入门款的街车，入门款的嘛。啊，这家型号是叫什么名？哦，这家型号叫做青党车俱乐部，对吧？看起 ，FDS， 哦 ，FDS 嘛。啊，这是第三代。哦，第三代吼。确定要搭吗？确定。我来给你搭，这算专家的车，第一代白龙水帮你搭2.0的贴纸哦，会当哦。会使。好，来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好，开始。安尼给他采访哦，也好哦，麦去翕到你的新闻情下哦。啊，我们刚刚有先彩排好了之后，就是有遇到白龙雪了。你若未去嫌，吼你打澳改唔敢打，两边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先贴起来，我会对称。来，你翕透些啊，过来哦，翕好些哦。过来，一只嘛，咱都是十只嘛。嘿，好，扎到中好无？对啊。我感觉直接输落，你这小块弧度吼，这小块弧度你爱聊，处处念在这个所在啊。阿姐，杀过后认真稳无？哦，好佳哉，小块再紧掀起来。好，喂，袂歹吼。诶，我讲真，我多做红的，你知哦？红色的它刚好是这样子贴上去，迄个啥红黑框，你有感觉？你看白龙小巧哦。好，来，这你搁啥咧？搁啥？啊，然后这边。来，先扎好，这样。好，然后这边顺便，我水呢。伊这阵嘛贴纸，这个啊，这无考察里来底。伊这嘛就是拢打字较济。好好。来，你后开，你后开，你帮我小救的。这算白同学帮你贴贴纸啦，手莫抓，我咧紧张呢。哎呦，手咧有人抓哦。这两边要对称，差不多，有够多敢补光哦。我即个做这粘土算作赞的，哎，真水呢，水刷水紧来。啊，然后另外那个，迄方形的部分有无？我甲你打清楚下，下加好。这应该不是法丝纹的啦，真的一带条。你要放伫中嘛？嘿，好。啊，你讲打了清楚下就袂当换嘛？哎，当换啦，换变较贵啦。大概我们把它贴在中间，上下取个平衡点之后，好，照对哦，好，过来，往这边，好，来。水哦，贴好了，我看一下哦。哎，真有水呢。对啊。哎，我讲这真的，哎，你有甲看？我当初咧做个车，我咧模拟有无？模拟那个红底嘛，啊，这黑色就是对应黑色嘛，红色对应红色啊。哇，你真有够穿也无简单呢。你特别搁知影，我白龙雪开种色个迄落贴纸。你搞到安尼？专工建诶，对，我真巧呢。来哦，好，做白龙雪第一届，甲你搭2.0的车，足开心诶无？有，结果很荣幸诶。好啦，大概就这样啦。啊，感谢他来巧遇的时候，白龙雪就送贴纸，就这样。啊，白龙雪祝你行车平安。谢谢白龙雪。谢谢哈、啊，这我信到啊。